Halo, nama saya Denis. Saya dari Malaysia. Saya belajar dekat sini dah 3 tahun. Apa kabar? 我为什么会来澳门呢？是因为要过来这里读书。在还没来之前，我觉得澳门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啊，尤其是晚上，晚上特别漂亮。 来到的时候，第一次也是觉得真的很美呀，就跟马来西亚很不一样。马来西亚就没有这样子的夜景吧，应该算是。所以我其实也很喜欢澳门。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影响力相当大，因为我们就是讲话会有一点点马来西亚的口音嘛，好像我们讲话也有。 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，我们吃饱了，他会特地这样子学我们讲话的。对，他们会特地觉得很有趣，讲哎呦，你讲话的口音很有马来西亚的那种风味。就澳门人跟澳门人一起这样子，但是我们就会跟不同的人一起，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圈子，比较少跟其他人一起玩。 我是喜欢的陆地，他们那砖小小块的，对，一块一块的那些砖，这个是黑白黑白，那个有波浪形的那个，很特别。我是喜欢这边的冬天，不是冬天啊，就是秋天进入冬天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会太冷，也不会太热，因为这可以我们那边没有冬天啊，然后可以穿很多很漂亮的衣服，可以穿靴子啊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。 去买的东西就是去买靴子。喜欢澳门的酒店，有很多很漂亮的酒店啊，很喜欢住酒店，因为他们酒店很漂亮哦，我觉得很就是很豪，他们每一个酒店都有不同的风格，我觉得。我们只庆祝一些比较大的节日吧，就比如说昨天的那个马来西亚日，Malaysia Day， 这样子，所以我昨天我们就一人煮一样马来西亚的美食啊，然后就全部人一起出来开 party，就邀请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来玩，很开心啊，我觉得这样子。 我记得他们这里很有庆祝那个万圣节啊，对对对 ，Halloween， 这边很多人庆祝。我在路边，我看过他们就会装扮的自己是好像鬼这样子。我是想毕业了过后在澳门的学校幼儿园里面教吧，做当幼儿园老师啊，然后拿一点经验。 这样子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能会回去马来西亚开幼儿园了。